久没有来这边的，今天来这边继续钓沙梭。不过现在海岸留钩，对，应该是从这边开始甩，然后一直甩过去。今天应该是 OK 了，看这个水色是还可以。现在干潮，等一下水会涨上来。浪脚要非常小心，沙梭了，小只啊，非常零星的，那像它这种大小，大概一指而已啊，不懂要放回去了，大概长不大了。
好吃啊，然后放他回家长大。这个人从我靠，两条发一点点的。太小又放手了，抓几条回去就好了。那太小了，太小要放回去了。小条的两条一条掉了，还可以接受。